一二三，红绿灯。过马路一次灯。哈。刚认得。刚 OK 哦。喂喂喂，三哥，要半斤冬菇。真有乜嘢？系啊系啊。喂喂，中秋节快乐啊！中秋节快乐。Angie， 根据香港法例，胡女士的所有资产都会由她的近亲所继承。咁系咪即系包括 Angie 而家住紧嗰个单位啊 ？Angie 可唔可以继续住喺嗰度噶？呢啲迟啲先讲啦。亲人喺前排，朋友排亲人后面。不好意思，你不可以用个保险相住。讲到钱呢，就算阿妈同个仔咧都冇情讲啊。点解我哋唔卖咗 Pat 姑姐个单位，然后分四份，咁咪个个都开心咯？就算阿 Pat 喺度啊，佢都赞成我咁做啦。